陈医生，陈医生，你在哪里呀？来了，怎么了？最近天气好热哦，你可以告诉我怎么消暑吗？用吃的用喝的都可以啊，不然找黄医生也行。吃的喝的我能理解，但为什么要找黄医生？中医西医一起告诉你还不好？好啦，不说了，6月5号你就知道了。最轻松有趣的内容都在6月5号晚上9点，脱壳吧，帅哥医生。